怎么了？床上有只大怪物。啊，床上有只大怪物。青蛙怪物。不怕，你看妈妈拿了个什么，妈妈拿了个臭王子，来给你给你给你，我把那去臭去行不行？臭在哪儿了，在哪儿了？盖你的被子，快走啊！嘘，别吵别吵别吵，走啊你快啊！不敢啊，来来给我给我给我！手指头，给我，你这个胆子这么小啊！给我来，在哪儿了？没有啊，那你在哪儿了？哎呀，我天哪！哎呀，这个青蛙怎么倒在我的床上了？还盖着你的被子？哎哎呦哎呦！我叫你，我叫你倒，我叫你倒，我叫你倒，他还倒了咱的家里。我叫你等，我叫你打，宝贝啊，这个大青蛙呀被我打跑了，哈哈哈！什么呀？是我哈密瓜啊，吃你的哈密瓜在哪儿了？哪了哪了？哪吃哈密瓜了？哎呀，还真在吃我们的哈密瓜呢！我让你吃，我让你吃，我让你吃！啊，他跑进家屋去了！啊，他给我关门，快开门，开门，开门！谁？哎，你竟敢上姐姐屋来了！我让你，我让你。我让你偷吃，我是姐姐。哎呀，我的妈呀，宝贝啊，这不是姐姐吗？你弄那个青蛙头干啥？我还以为真的是坏人呢。每次妹妹都是去外头抢抱抱青蛙，我现在让妹妹抱我。哎呀，我的天哪，忙活的我一大套。这叫你不老实，叫你不老实，叫你不老实。